从兵线就能看出一个分奴玩家的格局。我队友太猛了，主要是这个中单呢、啊，这个中单人很好啊，我真的吃了他三波兵线，他一句话不说，好吧？你最起码，我觉得你这个人高低得1900分起，好吧？他巅峰赛，1222分，那没事，看他的标签，是不是签名分奴，大格局。我的技术这些年倒退了，你不能想一想是5年内大部分人进步、哦、你想想你5年前追着我问大仙这个英雄的备战铭文是什么，你现在就每天发弹幕，哎你这波怎么不上啊，你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提一提吧，忆一下往昔啊，我也挺怀念5年前把你当弟弟打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那么憨那么可爱，给我一顿连招，现在各种小心思秀得我头皮发麻，是大家进步了兄弟。天上天下，共同世界。啥意思呢？要不你露娜打野吧，帅哥，帅哥，帅哥。我也想打中路呀，但没办法，他叫我帅哥啊。我的下路我为所欲为，这就有体验了吧兄弟。我今天又看到一个帖子的回复挺逗、嗯、说的是 XYG 零比赛能不能稍微抽一点别的、哦、能不能搞点鼠标键盘什么的，一天到晚一口红都是姐妹的用的东西我白抽。我以为他这个角度挺刁钻挺新奇的、哦、我以为下面都会附议，然后下面的第一个老哥就直接来了一句，你没有女朋友吗，直接把那个发帖的人搞破防了。太多的难过，相哥，你还记得你那个远古时代那个零杠十的礼拜？那我就那个时候我就看了。你不能看点好的视频吗？你为什么看到的是这个视频？你是未成年，你要消费，别消费了。我希望你把钱都用在模拟卷子，那个卷子买不完的，多买几套。有天晚上我好像见到了上帝。哦。你不是最讨厌生命吗？这不很正常吗？就那句话，长大后都会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。格局打开。马可怎么了、嗯？你玩马可最重要的是一技能要准。这一技能子弹在路上飞的时候，我踩着我的子弹直接上去大招。你看，我这手我这手一大，受不了，点到了脸上一手小电一技能扫。是吧，跟我刚才设想的操作逻辑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说衡量一个马可会不玩、嗯、另一个准则就是随机应变。虎牙688每晚7:30咱们不见不散。